男主是标准的象眼呢，眼线很长，而且下垂，性温而缓，是富贵之相啊。象眼之人呢，温和善良，做事啊进退有度，稳重可靠，是个理想的另外一半呢。象眼本身呢是低调之人，适合配淡眉。男主呢刚好是眉毛比较浅淡，而且下垂，眉眼得配，根基稳。耳贴脑，见耳垂，有福之人。只是卧蚕浮肿，此处是子女宫啊，黑气稍多，入室易，出室难，心有杂念，易损福报，注意调整。眉尾散的人呢，易散财，和兄弟姊妹缘分也比较浅。鼻直鼻挺，鼻直之人心正啊，鼻翼饱满，为人也是大方慷慨。加上颧骨厚重饱满，中年亦有贵人帮扶，事业财运不弱，法令纹也是对称。随着年纪增长啊，威严和气场逐渐养成，职场是赏罚分明，能进能退。人中见钩，子嗣丰隆，亲和力比较强啊，和晚辈缘分深厚，唇阔有收，唇薄唇角扬，口才一流。能言善辩，异性桃花比较旺，下巴兜兜，晚年亦享子孙福。